我安排。莉莉啊，谢谢你哈，特别感谢你力荐我们家韩毅。这次代言的卸妆油是非常符合他形象和气质的。哎，你说，咱俩上学的时候就最要好了，你说这话太见外了啊。那我也得好好感谢你啊，总不能你帮我赚了钱，我还在这装傻吧？你要是真想感谢我。 你就帮我好好的整治一下那张红星。他得罪你了？那倒不是，关键是他进了 PAG 公司啊，狼多肉少，我也没办法。这要整成什么样啊？你得跟我说清楚啊。能多狠就多狠。这要是做的太狠了，你们公司觉得我们很难合作，这合同在跑单了。不会的。 石红光那边我早就搞定了，再说了，朱桂香能让这么大的单跑了吗？这不还有我给你做内应了吗？行，这忙我帮了，够解闷儿。张总，哎，这位就是著名的影视歌三星明星韩毅。 你好，你好，欢迎。这位是他的经纪人Rose。你好，你好，是张红星。请坐吧，二位。在这儿谈？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创意部啊，办公室现在正在调整，所以不太方便。我们的大会议室呢，也有人在用，所以呢，就委屈二位在这先坐一下，我跟二位简单做个报告。张总。 韩毅现在是什么身价？用这种规格接待，太欺负人了吧！不不不不，二位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也知道这样不太合适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楼下有一个餐厅，还不错，我们去那儿喝杯咖啡，您看怎么样？韩毅啊，既然对方这么没有诚意，我看别谈了，走吧。哎，两位别走啊！哎，请留步。 老大，怎么办？你今天这怎么了？不是你的风格。啊，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把咱们的利益最大化，你放心吧啊。亲爱的，我刚从你们公司出来。按兵不动。 等我的消息。好嘞，我知道了。这个石红光啊，这脑子肯定进水了，就非得用这韩毅。说咱们公司签不下来，就找别的公司做。从各方面媒体反馈的信息来看，这个韩毅也不是很难合作呀。主要是他的经纪人难缠，他现在基本上不接我电话，没法沟通啊。这你看，就是。 就艺人现在都会这手，把这个经纪人往前一推，唱白脸，自己呢在后面做好人。我们大家都在想想办法，做他经纪人的工作。这件事情我们内部消化，就不要再扩散出去了。反正我该做的都做了，我真没办法。他现在根本就不接我电话。 这说明就是，你把他得罪透了。哎呀，我是真的要被索菲亚害死了。不过当然我也没有处理好。你说说看，我怎么就把他得罪透了呢？其实啊，你这个遇到各网难缠的艺人，这都不是事儿。关键就是你现在这处境啊，啊，这索菲亚正找你茬呢，他肯定得利用这做文章啊。 能说点我不知道的吗？哎，这很难。本以为新的老板来了能扬眉吐气一番，这可倒好，还不如从前呢。这就叫黄鼠狼吃老鼠，一窝不如一窝啊。是啊。
英雄雄一个，将雄雄一窝。关键是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就让咱们大家都受连累啊。是啊。有完吗？当初吃吃喝喝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啊？啊，咱就说 KTV 那天， KTV 那天你们一个比一个欢实。咱们老大当初过来可没带一个人，嗯，也没开你们一个人。你们是眼睛瞎了还是良心瞎了？